呀，卖鱼呀。兄弟们，我们已经到了那个第四个点了，现在就等着。在哪里去了？那个叔还没来啊，快把他叫起来。卖鱼呀。兄弟们，这边带走四袋啊，这里是2200鱼。这个鱼塘大家不陌生吧？现在有点像样的了，慢慢在改建啊。这个螺总是放了100斤，然后这个鱼苗他们也开始下来了。我来给它提一袋。第二袋，第三袋，这边还剩下最后一袋。对了，袋边来，放袋边扣子啊，妈，放袋边。对了，袋边来，对。哇，漂亮漂亮。一个中行情。上了一个鱼，哇，这鱼就漂亮了。看你个蘑菇啊。扣了，用力倒，倒，哎呀，这个倒不好。而且，我还要放在这么碰到这样好不好不鱼的了。这边大家肯定不，大家不陌生吧？这个池塘现在已经慢慢完工了，现在也像个样子，把这个鱼放下去，这边就非常正常了。它这里产量的话，一天能产个，800斤到1000斤这个田螺。要养的难吧？你招不来现在，有事是来的。有。我就来，我刚拉的才是。好。兄弟们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三袋了啊！那个我装了20袋，大家看，1、2、3袋，然后我们抓紧时间赶下一个点。收钱了，收钱，没事就算了，算了，可以了。8块、9块，可以 ，OK。收起1块钱。好，没急，等我都扣的，你是没说扣的准备个？这里输了钱啊，输了300多块钱、啊。现在我们赶着下一个点啊。兄弟们，我们已经到了第四个点了啊，然后鱼苗放起来。鱼呀，卖鱼呀，鱼呀，卖鱼呀。要这个吗？鱼呀，卖鱼呀，鱼呀，卖鱼呀。要这个喇叭叫起来，我不用能叫啊。